明文坐好了，明文来，坐下，明文，明文，明文坐下，明文坐，坐好了，明文，坐好了，明文来，明文你趴下，明文你趴这儿啊，好，明文，明文坐，明文坐好了，好，明文趴下，趴下，明文好，明文，啊，明文，你现在表演一下子，明文，你特别特别喜欢这块砖，明文啊，表演一下子啊，明文喜不喜欢这块砖啊？喜欢怎么喜欢明花？明花，你表演一下子，你特别特别喜欢这块砖，明花啊，来拿走了啊，拿走了明花，啊，敢不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明花，敢呀！啊，喜欢这块砖呢，明花。哎，明花，你现在表演个不，你不喜欢这块砖啊？你这不喜欢明花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哎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哎，不喜欢，我拿走了明花，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，你告诉老爷不喜欢这块砖，明花你不喜欢的，你嗯，明花那这么的，你给老爷表演一下子，明花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明花，明花表演个吃砖行不行？明花起来，吃砖，明花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吃砖来，硬可哎，这串可硬了，明花可硬了，啊，怎么嚼的这个砖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是真喜欢你，坐下，明花，你坐下，明花，明花，你坐下。还是三文聪明，换手机了，没换手机，没换手机。欢迎家人们，欢迎家人们，坐好了，明花。哎呀，那三文总叫唤，真整不了啊！这家里的狗都发情了，你说咋整吧，家？那叫老子呗。哎，今天拍的好看。媳妇儿，你说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应该怎么这个顺序应该怎么放？是把谁放笼里头，还是让他们全关起来，把塞文放出去？如果你的话，为了防止他叫唤，你咋的他都叫唤啊？你让他自己在外边他也叫唤，你让他在里边也叫唤，咋的都叫唤。现在保镖都带砖，明花坐下，明花坐好了，明花啊，尖嘴猴腮的小明花。找巴顿配种，没配啊，家人们啊，三文不配了啊，俺那三文，俺那三文不生孩子啊，三文不生啊，有人买2万块钱一条狗要买我的，我都不生，知道吗？啊，咱家三文不配了，知道吗？咱三文马上我要给他做绝育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做绝的话可以延长狗狗的寿命啊，小牛挺俊的。你看，牛儿，牛儿下来啊，牛儿你下来吧，牛儿去不去？牛儿去不去？你下去溜达溜达，牛儿，得你瞧瞧，你走走，牛儿，走下去下去，走下牛儿牛儿，走下去了，牛儿走走走下地，你下地，跟你爸玩会儿，牛儿来看啊，你看牛儿不下。不敢下呀，啊，怕你爸咬你啊！下来吧，牛子。你等，他不敢下。19.9块180克，你们尝尝啊，家人们尝尝咱东北黑木耳啊，马上就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过一阵你们想买也买不着了啊，就得等今年7月份了，知道吧？
你看，你要等到七月份的话，得等几个月？等四个月，等四个月。你暂时别乱跑了，现在哪也去不了。我就想上趟沈阳，知道吧？上趟沈阳，然后呢，带人家 Seven 溜达溜达，啊。我们都坐十二轮了，我们坐六轮了。你们坐十二轮的，说实话啊，我们坐六轮的，家人们啊，一个星期一轮，真的我打三轮我都疼，过分了，三娃啊，我来买了你家洗衣液，物流太慢了，退了，行啊。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啊。不能骗三文，滚！三文进笼，三文过来，三文进笼了。你不出来挺好的哈，不出来挺好的，一出来就叫唤，是不是？三文进来，来，三文进去，你在里头给我好好待着啊！啥也不是，我给老大整点水喝。我给俺爸爸整点水喝啊！喝完水，俺们就溜溜去了。喝完水，俺们就溜溜去了。老大跟巴顿真像哈啊！是不是？三位引起民愤的都。老大，嗯。反正老大是大白。啊，迷糊啊，啊，你练游泳呢，迷糊啊，啊，迷糊想游泳啊，迷糊，我来，我看你怎么，我看你怎么练游泳的，迷糊，你看看，你再练一个，迷糊，迷糊，不能拿手摸，迷糊鼻子冒泡呢，在水里头，嗯。迷糊有点寂寞，迷糊一点不寂寞，知道吗？迷糊一点不寂寞啊！迷糊要跟别的狗干仗，他就寂寞了。他现在挺好的，迷糊，他愿意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。等他跟老四在说干仗时就寂寞了，就给他关起来了，然后没有自由了就。啊，他现在没有别的，老四不聊着他，老四不跟他干仗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啊。迷糊现在是最最最自由的时候。好了 ，Seven 呐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干啥呀你这是啊？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，朋友。我永远祝福你，啊哈哈啊哈哈，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，为这烛光，让我们静静的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静静地滑落，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啊，再会，明天见啊。想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。若有缘，有缘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啊。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伙儿
啊，希望大家伙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啊，希望你们啊做一个好梦啊，家人们，希望大家伙做个好梦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咱们今天晚上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去遛狗去了啊，家人们，三妹去遛狗去了，明天见啊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你家狗能听懂你唱歌吗？它肯定听不懂。拜拜，家人们。啊，三调住了啊，好，好啊。我让你家 Seven 把那棒子拿进来，我让你家 Seven 把棒子我拿到卫生间来，你看 Seven 能不能拿过来啊，我看别的狗狗，我看别人家的狗狗都会这个才艺，都会拿，我看咱家狗子会不会啊，看人家 Seven 会不会，查查最爱，查查的最爱呀，来 Seven，你说这个棒子谁能交过来啊，三文你把棒子给爸拿过来，对，三文拿进来，哎呦我的妈，怎么太轻松了这也啊，不算，三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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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文拿进来，拿过来，三文拿过来，你把棒子叼住了，四哥，四哥，你叼住这个棒子，对，四哥叼住了，老四，你把棒子叼住了，四哥，我看俺家迷糊是不是光跳得高，而且还跳得远，迷糊呢，啊，迷糊在这儿呢，迷糊坐下，迷糊你坐下，我看你能跳多远啊，迷糊啊，你给大伙展示一下子，迷糊。迷糊，你给大伙展示一下子啊，看你能跳多远啊，迷糊啊，6000，来，迷糊过来，来，迷糊，迷糊上来，来，迷糊上来，来，好啊，别动迷糊啊，别动迷糊啊，啊，你看人家小迷糊这么远能跳过来吗？啊，迷糊跳。迷糊跳，迷糊来跳来，迷糊来跳，一二跳，迷糊跳来蹦过来，哎呦我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迷糊行不行啊，迷糊来给你拿好吃的行不行，来给你拿好吃的，价格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，迷糊哥参加奥运会了，俺家小迷糊能跳高能跳远，迷糊你把这个饼干吃了，迷糊你把饼干吃了，这饼干好吃，迷糊，迷糊你吃了，你不说拿走了啊，迷糊，你不说拿走了啊，拿走了，迷糊啊，啊，对，吃了吃了啊，吃完之后你再跳啊，大家伙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等会儿的，我再给小迷糊再远点，这么远，你说小迷糊能不能跳过来？一块砖是80厘米，两块砖是1.6米，从那点上到这边是1.6米。小明啊，来看明能不能跳来，明上蹦，明蹦过来，不行，让明明过来啊，明冲过去啊，小明来啊，小明啊，老爷给你整肉干，这回你要能跳过来1.6米远啊，明你就能跳过来，老爷给你整肉干，明来蹦，明来，一二三，明蹦过来，看看啊，来，明真的给明拿肉干去，家人们，我真的给俺家迷糊拿肉干去，别摔坏了，饼干糊弄不了他啊，1.6米啊，这我还能不能再远了，
还能再远，还能再远，还能再远40厘米，应该是38、2米4啊。我看2米4能不能行。你说米味能过来吗？2米4远。他这个是软的，这是软的。米味你坐这儿，米味来，你坐这儿，米味来，米味坐这儿，米味坐这儿，来，米花你坐过来坐好了，米味来，我给你拿肉干去，米味你坐下，米味坐下，来就给你拿肉干去啊，我给小明拿肉干去啊，等会儿的。太远了吧？远吗？远吗？38、2米4啊。我给小明拿肉干去，过不去吧，太远了，一点不远啊，你太不了解迷糊了，家人们，待会儿太不了解迷糊了，我想给家迷糊拿什么吃的啊，给迷糊拿个什么吃的呢，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，我这没啥吃的了，这块啊，这没啥吃的。给小明啊，我想拿给他拿小罐的零食，这个吧，拿这个结石棒吧。给小明拿个结石棒，罐头羊蹄子，羊蹄子啃太慢了，那个是磨牙用的啊，那个啃太慢了。我给他拿这个，这小明喜欢吃这个。啊，我给小明讲这个啊，2米。来，我先给明花安排上啊，明花，来，给，奖励你个明花，啊，小明花一会儿再跳个2米4的啊，明花，2米4的啊，2米啊，你们说给小明花整个2米的呀？现在1米8，2米的就到这儿，2米到这块了。2米，这是2米，这地方100%是2米。来，这是5米，来，迷糊，我看这小迷糊的极限是啥，家人们啊，我想看看小迷糊的极限是多远。我就知道小迷糊的跳高的极限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跳高的极限是多少呢？啊，小迷糊跳高的极限是。90厘米，跳高的极限是90厘米啊，咱看小迷糊跳远的极限是多远啊，来，迷糊，迷糊吃完了吧，迷糊来吃完了吧，现在是2米远啊，现在是2米远，看一下小迷糊能不能跳过去，哎，这不到2米，2、8、16、16一半是2米，这么远是2米，这么远是2米啊，迷糊过来，迷糊来，迷糊来，2米很好了，迷糊来过来，迷糊来，小明得冲刺一下子，哎，迷糊坐好了，迷糊上这儿来坐好了，好了啊，坐下，迷糊，2米远啊，家人们啊，要我可能跳不过去，你看有多远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家人们，如果从这跳过去的啊，一块瓷砖，两块瓷砖，两块半瓷砖，正两块半瓷砖，正好是2米远啊，看小明能不能跳过去啊，哎呀，迷糊啊，你看小明歪着头。俺小迷糊歪着头，等会儿迷糊，等会儿来迷糊，你等会儿跳，迷糊你往后点，迷糊你往后点，迷糊往后点，往后点，迷糊往，哎呀，小迷糊往后点啊，小迷糊得冲刺一下，要跳过去啊，迷糊来，对，迷糊来，来坐好了，迷糊，迷糊啊，迷糊坐起来，迷糊坐起来，1、2、3，迷糊坐起来，迷糊坐起来，迷糊来，给米饭，迷糊，哎好啊，赢了啊，迷糊啊，老爷数到3啊，预备。1、2、3，蹦，小迷糊，哎呀，迷糊来，从来，迷糊来，他肯定能蹦过来，上来迷糊来，上来来，好，怪迷糊来，怪迷糊来，他肯定能蹦过去啊，别着急，小迷糊肯定能蹦过来啊，那我太相信小迷糊了啊，小迷糊来，1、2、3，蹦，冷小迷糊来。小明啊，1、2、3，蹦，
迷糊，迷糊过来，迷糊来，迷糊来，小迷糊蹦蹦过来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啊，怎么蹦不过来了？你瞅瞅，你说他蹦不过来了，他本身能蹦过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刚才要一直蹦就好了，知道吧？我先给他从，我先给他啊，离个我给他画个印儿啊。我俩画印儿，一会儿还挪到这个位置。你看小明能不能过来啊？好，现在这个距离，小明上，小明上来，上，小明啊，蹦蹦，明儿来，明儿来，我退，明儿来，我退，退退退，明儿来，退退，明儿来，明儿，明儿啊，一二三，蹦，明儿，好宝，好宝啊，真棒，小明真乖，哎呀，哎呀，小明真乖啊！现在我把这个给他搬过去。我给他搬这儿来，小明百分之百能跳过来，听没？等会儿我给他搬到这个位置上，明儿来，等会儿明儿，啊，好，我给他搬这地方来啊，小明上来来，小明过来，小明上来来，好，明儿蹦蹦，不行，明儿来，快，明儿来，快下来来，好了啊，明儿小面吃，小面吃明儿。小明上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明儿，明儿来，完，真蹦不过来，这是极限呢，极限呢。明儿，一、二、三，明儿蹦，不行，蹦不过来。没蹦过来呀，没蹦过来呀，明儿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要表演那个技能啊！现在谁还能展示技能啊？就明儿能展示技能啊！来，家伙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啊！家人们啊，咱直播间1700人没点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伙点点亮啊，点点爱心，点点亮，谢谢大家伙。啊，我好。啊，来，三王厉害，三王老师你坐下，四哥来，四哥坐下，对，老师坐下，三王过来，来，三王，三王，三王，过来，过来啊，啊，老师啊，你给拿，老爷拿点轻便的啊，四哥呀，老爷这个袜子。三过来三，过来坐坐坐好了啊！老四啊，老四啊，你去帮老爷把这个袜子给老爷拿过来啊！啊，四哥啊，三万你过来三，你趴这儿，三你趴这儿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三万，不许动啊！老四啊，你闻闻这是老爷的袜子袜袜啊！你去帮老爷把袜子拿来啊！啊，老四啊，你帮老爷把袜子拿来，四哥。老四啊，你瞅你四哥，你真行。老四，老爷这不教你活呢吗？不教你才艺呢吗？老四啊，那袜子那么轻，你帮我拿来，四哥去。老四啊。三把爸拿来去，把爸拿来，来，三给爸拿来，啊，这咋这么笨呢？这孩子啊，咋这么笨，这么笨，啊，完了，老四，这咋这么笨呢？这老四太笨了，这也。四哥他太笨了，等会儿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谢谢三哥啊，这老四也太笨了，四哥。三万呢？三万你不按套路出牌，三万正常的话你是你儿子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儿子不听话怎么办？
下班，老师不听话怎么办？给三个讲，四个你趴这，四个你趴这来，四个趴这，四个趴呀，老师趴呀。啊，三个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个是一点意的，这是真不敢，三个是真不敢的，三个。坐起来，坐起来，老师坐起来，四个坐起来，四个坐起来，老师坐起来，四个坐起来，好，这么的啊。给三个奖励来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。四哥呀，我把零食三三班你往后点，我把零食放你俩中间啊。好，等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俩才能抢。啊，预备，一，二，三班，你看看你啊，三班的你，你说你跟你儿子，你俩真的你能抢不过他吗？三班，你别着急呀。完，三班着急了，有点。三月着急了，这是三位应得的啊，这份是俺家三位应得的，家人们。哎，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啊，重来一次啊，不许动，老师啊，三不能动了。预备，一，三，看看，看看三位啊。这给你老师馋的，这给老师馋坏了吗？这不是啊，四哥呀，这么馋呢、啊，四哥呀，啊，老师这么馋呢、啊，是三万坐好了，三万来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三万往后退，退退，三万你给老师点机会，三万往后退，退退退退，再退退退退，坐好了，三万，啊，你给四哥点机会，三万啊，不许动啊。等会儿，老师啊，你看着点，四哥，你低头瞅着，四哥，你不低头瞅，你能抢着吗？一、三，四哥，你说你不低头瞅，你能抢着都怪了啊，老师啊。去找给你找个玩具啊，三万，爸爸给你去找个玩具啊，行吧？不许吃啊，三万，不能吃。Thank you.
那个是那个的啊，什么呢？你咋给我吃了呢，裁判？你关着呢，三怪来，三怪来，三怪来，怪过来，怪三来，三抽屉关上，关上三，关上，关上三，关上对，关上三，你看，你别拿气球，不玩气球。三过来，三过来，过来，三上这儿来，上这儿来，上上过上上这儿来，三来，三万，三万，三把抽屉关上。哎，好宝，哎，好宝，哎，好宝，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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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坐好了，三万，好啊，走退，往退，咱往退，三万，往退，退好啊，三万，你把抽屉关上呢，关上，哎，关上，关上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三万啊，好宝。好，再退过去，再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裁判啊，我再让裁判关一下子啊。裁判，你再关上，把窗抽屉关上，关上，关，裁判，关上，关。哎呀，好好宝，哎呀，真棒啊，裁判啊。那我再让他塞门开开，再让塞门关上。内蒙古能不能发狗粮？内蒙古能拍就能发家吗？你们现在能拍吗？看看，如果能拍的话，可能就能发，知道吧？三万，三万，坐好了，三万，三万，你把抽屉关上，把抽屉关上，三万，关上，关上，关，三万，关抽屉，关上，三万，关上。哎呀，好宝啊，好宝啊，三万，把抽屉打开。啊，好，三万，关上吧，关上吧，抽屉。哎呀，好宝啊，好宝啊，你看学会了，这才多长时间啊？这才多长时间呢？啊，我让他扣，我让三万开一下别的抽屉试试。啊，那三万能听懂话，跟人似的，跟人似的，你看看啊，我让三万啊，家人们，你看我让三万把那个抽屉开开啊，这么的，家人们，我让三万把那个抽屉开开。哎，不那么的，不那么的，这么的，我让三门开这边的抽屉，开俩抽屉。三门，三门，三门，你去把那抽屉打开，左边抽屉，三对，左边抽屉打开。哎，好，三过来，来，三门，三门，把那边抽屉打开，啊，右边抽屉也打开。啊，好宝，三门过来，来，三门，三门，来，三门，三门，里面啥也没有。三，你过来，三万，三万，听话，你看里边没有好吃的，三，你把那边抽屉关上，关上，三万，关上，把抽屉关上，你看看，三万，你把气球拿下来，把气球拿下来，我拿回去，放里头，放里头，抽屉关上，好，关上就行了，关上，好，把那边抽屉也关上，三万，关上，抽屉关起来，三万，关起来。关上。
关上关上。好啊，把抽屉打开，这抽屉打开。啊，再关上。好。啊，让三位开门，我让三位开门。啊，你看啊，我让三位开门，把这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再让三位，三位你别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三位啊，三位把门关上，三位把这门关上，三位，这个门，这门关上，三位关上，怎么关门？三位上这边关门，上这边来关门，上这边关门，三位上这边关，过来来，哎，对，关关上，三位关上，哎呀，好宝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学会了吧？三位以前真不会，真不会整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哎呀，三位以前真不会啊！三位，你把门开开。啊，开把门开开，哎，好，开开三位，开开。啊，把里边那铃铛拿出来，三位，刚才那个铃铛拿出来。把人给你拿铃铛，把人你刚才拿的铃铛给拿出来，三位，里边呢，里边铃铛拿出来。铃铛呢？啊，就把这边门开开，把门开开吧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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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铃铛拿出来吧，把铃铛拿出来，三位，把铃铛跟蓝色的，蓝色，乱了，三位把门开开，啊，开开的。这家伙，完了，这他妈把我手给夹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。seven 晚上在外面的时候，你不给 seven， 哎，我的肉干呢？你不给 seven 关起来的话 ，seven 晚上很有可能把他们几个都给放出来，知道吗？他很有可能把他们几个都给放出来。seven， 你再选择一下子。seven， 你坐好了，你再选择一下子啊。seven， 你坐下。怎么在这儿呢？在这儿呢。seven 呢？你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孙子呀？三万，喜欢儿子你就开儿子门，喜欢孙子你就开孙子门。啊，孙子你喜不喜欢孙子？小迷糊喜欢不？那这回喜欢儿子，三万这回喜欢儿子。啊，三位，那你把小明也放出来吧，把小明也放出来。小明在哪儿呢？小明在哪儿呢？咱把小明放出来。明呢？三位，你大孙子，把大孙子放出来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好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别什么，这别捣乱，四哥。那也开不开，三位，那也开不开。你看，放小明，放小明。行吧，好，老师进去，四哥进去，再把门给他关上，再把门给他关，老师进去，再把门给他关上，三万，你把门给他关上，把门关上，三万，关上，锁上，三万，给他锁上，三万，给他锁上，对，三万，把门给他锁上，三万，这个门，三万，这个门给他锁上他，哎，对，哎，好，锁上了啊 ，OK 了，不用管了。好了，四哥这回出不来了啊！这我四哥在三元自己锁着呢，看到吗？这三元自己锁着呢，老四这回出不来了，四哥，啊，还想出来？啊，四哥你就在里头待着吧。啊，你看三元能不能把老四给放出来啊？你的眼怎会看见？我心碎，
把人的放出来，把人的放出来，咱俩去，把人的把你儿子放出来。三万，你放你儿子出来。三万，咱俩去，把你儿子放出来，咱去去放你儿子出来，来。三万呢？三万，你去放你儿子出来，咱俩去放你儿子出来，来。完了，完了。出来的啊！啊，小不点咋出来的呀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回去，小不点子回去，小兵，小不点子，啊！怎么才能把小狗训练成那么听话呢？就是每天不停的训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就三会点才会才艺，其他的狗狗，其他狗都不行。他们几个跟小牛一个，跟小牛一个，其他狗都不行，因为他们几个都没怎么训，知道吗？他们几个都没怎么训，啊，你想喂几个喂几个家吧，这个没事儿，啊，我一般都拿这个给他们，来，小不点一个没抢着，小不点子，好，哎呀，小不点真笨，回家吃，小不点回家吃。下单了，给老大一个。好，这里边是夹心的啊。小不点子是不是让别人抢跑了？小不点子，你是我看谁抢了啊？我看谁给抢跑了啊？我看一下小不点谁给抢跑了？谁给小不点子抢跑？啊，是小迷糊干的吗？啊，哦，你不是小不点子，我还是小迷糊干的吗？我不相信是小迷糊干的啊！你说小迷糊这干的叫人事吗？啊，你看小迷糊干的是那么人事吗？啊，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他？啊？我是不是该打他一顿？小明老爷是不是该打你一顿？啊？我再给你次机会，如果你要再敢抢小明的，再敢抢小不点的吃的，你看我怎么打你！要，啊，干啥？干啥？啊！干啥呀？啊！谁都欺负呀？谁都欺负你啊？啊！谁都欺负啊？亲表弟呀，啊，你姑姑家的表弟，能不能以后不咬他了？能不能，明花啊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？我看看，我看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，老爷瞅瞅，脚坏了吗？我瞅瞅。
你说你这脸赶上他妈蜜蜂窝了，你说你赶上马蜂窝了，你说这脸，你瞅瞅啊，得谁谁咬啊，啊，小不点子呀，这脸造的，你瞅瞅，啊，得谁谁咬啊，还没降服小迷糊呢，哎，你咋降服他？我咋降服他？我倒是真想降服他。下大好看，就你家狗爱咬狗，我真的打他一顿，我真的他妈打你一顿。小明你咋这么能耐呢？我想知道啊，你明明过来啊，啊，你咋这么能耐呢迷花啊，出来来，明花出来，明花出来，自己出来，明花你快，明花来，我非得让你弟好好收拾收拾你，明花出来来，出来，明花你出来来，啊，咋的？你跟谁一样？你我发现你这两天，啊，你这两天长脾气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啊，你出来来。你出来来，老四啊，你是不是该管管你儿子，老四啊，啊，我说咱家里啊，就总共就你们俩，就你们俩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你爹，你俩脾气都不好，别欺负小迷糊。迷糊，你知道错吗？迷糊，你知道错吗？迷糊啊，你给小不点子赔礼道歉去。他总是咬小狗。啊，我就是你说家人你把小不点子给咬了，整那小不点子都不敢出来，你瞅瞅，你说那孩子多可怜啊，赔礼道歉去啊，甜甜看了吗，看了吗，看了吗，道歉去了，明儿道歉去了，明儿能听懂啊，啊，抱一抱我啊！小明仔肯定说呢，你小明仔说你他妈以后再告状你试试，你看我怎么打你啊！好啦，说明白了啊，说明白了，迷糊，迷糊又挨揍了。好了，这回没事，小不点子敢出来玩了。小不点子出来吧，小不点子出来玩吧。啊，表哥给你道歉了是不是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来。啊，表哥给你道歉了是不是，表哥呀，啊，喜欢表哥呀，啊，哎，小表哥不咬你了啊，真好，你看他俩这俩孩子说好就好，你看说翻脸就翻脸，说好就好，太有意思了，小明还知道道歉，聪明啊，哎呀小不点子呀，好宝好宝啊，来跟摸摸来，小不点子握手，小不点子握手，高兴啦，小不点子，你高兴和害怕绝对是两码事儿，知道吧，你看刚才害怕吓得回笼子里不敢出来，小不点子握手，哎好，这个手这个手，小不点子这个手握手握手啊，好宝啊，好宝啊，笑得真好看，磨牙棒家人们啊，拍一发两罐，咱家这个雅和的这个磨牙棒，磨牙戒指棒一罐是220克啊，拍一发两罐家人们啊，有想拍的啊，你们去拍一单这个磨牙棒，磨牙戒指棒，家人们啊，给狗狗吃的啊，磨牙戒指棒，这小不点耳朵真好看，
你看小不点的耳朵像谁？小不点的耳朵，小耳朵长得像人家老大。拍一发两罐，家人们啊，夹心儿啊，里边有绿茶夹心儿的啊，家人们啊。哎，迷糊还那么欺负人家，迷糊还在欺负人家，你说啊？还想欺负他，还想欺负他。小大是公的，对。这个可怜的，那个可怜，怎么可怜呢？有几个像老爷这么好的？哎，狗狗打仗正常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狗狗打仗太正常了。啊，我四哥天天干仗。你说我四哥哪天不干仗？四哥天天干仗。没时间训练小不点儿，小不点的聪明。哎，我看看小迷糊啊，家人们啊，我看迷糊会不会关门啊，家人们去看小迷糊会不会关门啊。哎，咱看他们几个谁能把我救出来吧，行不行啊？咱训练训练，看他们几个谁能把我救出来。来，下面有请啊，咱家小迷糊，看小迷糊能把我救出来吗？我把门关上啊，我把门关上，看他们几个谁能把门给我开开。你要进笼子吗，老爷？我要进笼子呀，我要进笼子，我看小迷糊能不能把我救出来啊，一会儿。我进笼子啊！我进笼子。我看小迷糊能不能放他姥爷出来啊？等会儿。小迷糊，把门给姥爷开开，把门给姥爷开开，迷糊。啊，你又会开门，三万，你等会儿的，你，哎呀，这个三万。哈哈，迷糊给姥爷开门呢，迷糊啊！哎呀 ，seven， 迷糊，迷糊起来，迷糊，再来，再迷糊再开一次，迷糊再开，迷糊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哎呀，开门！哎呀，俩手给我开门，哎，小迷糊俩手给我开门啊！奖励给小迷糊一个，拿着吃就跑，小迷糊拿着吃就跑。那小明乐坏了，你看，给小明乐坏了。啊，你我把门插上了。嗯，迷糊，给姥爷开门，迷糊，开开，迷糊，开开，给姥爷开开门，把门开开，把门开开，开开，拽拽，使劲拽，使劲拽，迷糊来，拽，把门开开，迷糊，你得开这块，开这块，迷糊，把这给姥爷开开来，迷糊掉这儿，看这儿，看着吗？迷糊看这儿，开开，给姥爷开开，迷糊，啊，他开不开？不行，这个开门这个动作还得是seven行，啊，别的狗真不行。别的狗是真不给你开呀，他真不给你面子。小迷糊给姥爷开开吧，迷糊，开吧。啊，给姥爷开开，迷糊啊，好。啊，再开一次，迷糊，再开一次，再开一回。你再开一回，迷糊，怎么开的？怎么开的，迷糊？怎么开，迷糊？啊，这么开呀，再开。啊，这么开呀，别动。你先别。迷糊咋开的，迷糊？再开开。迷糊，开开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迷糊给我开开的啊，去吧。哎，看三文开。也迷糊，看迷糊啊。迷糊高兴了。
小明自娱自乐呢。嗯，好了啊，啊，你给我吐了他，你给我吐了他，明儿给我吐了他啊，吐了，啊，吐了，啊，你要干啥呀，明儿啊，你要干啥玩意儿啊，啊？那小不点的吃点东西怎么让你抢跑了，你咋这么可能欺负你表弟呢，啊，你操你给我非得打你是不是迷糊啊，咱是不是打你啊，是不是迷糊，老爷是不是该打你了啊，那你这老爷非得打你这种啊，非得他妈打你，非得打你呢，哦，脾气不好啊，啊啊，不会，你说啥迷糊啊，太么吓人了，迷糊的一天天的。起锅烧油吧，啊！起锅烧油吧，吃口肉吧，吃口肉吧，行不行？迷糊啊！我跟你说，迷糊，就你两个耳朵，绝对可以做道菜。迷糊，就你的耳朵，绝对可以做道菜。迷糊，啊！哎，迷糊，你这么丑，来，我看你真像那个大狼狗。迷糊啊！迷糊。啊！真像那个大狼狗，没错啊！别动，明白啊！别动，明白，我瞅你像不像大狼狗，明白？我瞅你像不像，明白？啊！啊，明白，像不像大狼狗啊？你说你跟那个大狼狗有啥区别，明白？你说真乖呀，你说真乖呀啊，我总跟他抢东西，特像我公公养的麻犬，是吗？小明啊，小明像麻犬吗？